竟拿多技能童子冲刺翻页机关鸟。老王看完直呼，没有人敢这么玩。哎，两股炼妖拿机关鸟跟童子合，有点浪费了吧？你童子和机关鸟合有点浪费吧？就是出童子就浪费了机关鸟，出机关鸟就浪费了童子啊。炼妖思路说一下，我听听，看看有没有点哲理，有没有点道理。机关鸟不要童子，我准备冲多机能机关鸟上林中鸟。哥，我就这么跟你说吧，机关鸟多技能都是拿那种十一、十二技能的十技能的妖，然后拿那个六七技能、六技能、五六技能的开始这么合的啊，没有说拿童子能合出来多技能机关鸟的，那成本太高了。原来老板是想冲刺多技能机关鸟，然后给机关鸟打林中鸟兽诀。这本兽诀确实跟机关鸟很搭，但是要知道只有十技能以上的宝宝才值得打林中鸟，而他带来的这个三组炼妖楚机关鸟最高也才十二技能吧，而且还要所有技能都合上去，真有点看脸了。但是既然老板已经选择好，那就给他冲刺。经过老王的一波电书，黑子终于准备好了，直接开合。机关鸟放前，童子放后，第一组炸，出了童子，那个童子还没电出。第二组机关鸟加童子，这把主副双电五加六，劈惹童子，最后一组了。哥哥当个人吧，出了一个主宠，可以主宠四技能啊，看出来了一个九技能童子，好像没亏。第二组六技能加上那个五技能啊，合出了一个九技能。资质看起来虽然不太聪明，但是速度资质很快，成长吃完真精，九月份能再吃真精，可以回炉再用啊。底下这个没电书啊，电书有可能七技能。嗯，一合三再合一下嘛，四技能的合能合能合九技能的，这只宝宝再合肯定就是合净牌了，哥啊。